下来。阿贝棒，阿贝没有要做什么？阿贝，把你换一下。这个是 OCA Type 1E， 就是所谓的我们台湾国语的诊断，就是白化症，经过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，这两个都是健康的宝宝。我们这个案例会拿去协会年会发表。等一下，我有这边没，这个没有心跳。一个，你有在看那个闪动？哦，两个都有心跳。因为我刚才是看到这个在闪，这个没在闪。好，恭喜。这样子，妈妈棒，妈妈棒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在哪了？